今天吃捆肠和面，先嗦口面再吃肠。哇，酸酸辣辣的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捆肠不知道能不能吃得完，我尽量吃吧，特别有分量，一斤多，一斤多，称的时候一斤多。我第一次吃，这个味儿呢跟吃那个圈圈肠有点像，但是它里面没有爆汁儿，我感觉没有回味的那么苦啊，特别跟牛奶酱看实心儿，纯甜甜的，特别过瘾，我觉得这玩意儿弄起来应该也会非常麻烦。必须要配这个小蒜酱，吃的嘎嘎好吃。有点噎着了，哇，酸酸辣辣的，太好吃了。我吃饭啊，我不吧唧嘴，其实我就是录的时候呢，我就比较着急，然后就会塞很大一口，塞很大一口，然后嚼的时候我得换空间啊，就会有一些嘴唇之间的碰撞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日常吃饭不吧唧嘴啊。我是因为喝了这一口汤直接开胃了，酸辣的汤让我把那根一根肠全吃了，哇，老过瘾了，就在这儿了，拜拜。